继承钻研传播此艺长达30年，并且将先师所亲传的全谱全理和全法整理为3部类注，并与出版，受到了世人的好评。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让这绝技得以继续传承、发扬光大、造福人类。 我们特别邀请了已经72岁高龄的中国太极拳大师马洪先生，亲自给大家。
好，现在我们向大家来传授拳式泰拳的第一路。第一路拳呢，一共83个式子。现在我们从第一个式子预备式开始讲解，每个式子前面先把动作分解给大家交代清楚，然后在每个式子每个动作它的积极含义再给大家讲解。 现在我们开始来讲第一个式子预备式。那么预备式要求上身头上屈顶顶劲，顶劲往上理，啊，上身中正，两肩微微往前卷，微微前卷，啊，两肘捧起来，微中间一拳之隔，然后呢，肘略略往前捧。 啊，略往前卷，五指合拢贴在大腿的两侧，啊，然后下部两腿要求裆部撑圆，两个大腿的内侧肌肉向后向外翻，两前面膝盖略微往里合，对，略往里合，整个全身觉得有一个向外膨胀的感觉。 下边五指着地，上面顶劲往上顶，那么四肢周身都有向外膨胀的感觉，同时要求放松，全身放松，啊，意念、精神放松，神态放松，肌肉、筋骨都要放松，但是向外的膨劲不要丢，就是用意念领着全身的皮毛由往外撑的感觉。 用弹性的往外撑的感觉。前面下颚，你身体眼平视啊，就你身材这么高，眼看那么高，不要仰头，不要低头，啊，这是这个预备式的基本外形的要求。另外，开始打拳以前，啊，在神态、在精神、在意念上，应该有一个自我全身检查的过程。 就是上场以后，首先洗心涤虑，把全身精神灌注的全上来，就其他的事情都放掉，啊，要静下心来，专心致志来考虑怎么打好这套拳。所以呢，一开始上场以后，不要急于马上进行动作，啊，先自我检查放松没有，膨劲有没有。 顶劲拧起来没有？眼神啊有没有？啊，是不是能够做到全身各个部位的都合乎拳的规矩？啊，所以呢，开始上场以后，先进行一下自我调整，啊，呼吸的调整，气沉下去了没有？啊，眼神的调整，啊，筋骨放松的调整。 另外，下边下盘五指抓地，顶着上领，对拉八长这种感觉。总打起拳以后，这个要领呢，整个在拳的进行当中都要贯彻这个啊这种精神，就是总是上面这个顶劲和尾骨这个之间总是对拉八长，所以这样的话呢，对脊柱的健康大有好处。所以不论左右旋转。 前进后退，上身都要保持中正，这是拳的这个拳的身法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这是这个拳的预备式，所以大家上场以后呢，先啊静一静，啊自我刚才说的，把呼吸、眼神放松，啊全身的各个部位的这个膨劲都要自我检查一遍，然后再开始启动。 好，这是预备式，那我向大家介绍一下。那么下面来讲第二个式子，金刚倒地。
现在由王琴从他从这个方向打，大家呢学习这个拳的呢就是按他的方位啊，那么我呢根据大家的需要啊，前后左右尽量照顾到，把动作给大家交代清楚。现在我们开始讲第一个式子，来做，先做啊。第一个动作，两脚平行，这个拳的这个步行大家注意，就是什么，两脚总是平行，往左打俩脚这样偏左啊，斜向，往右打啊，往右发劲偏右。那么现在金刚脑袋现在开始冲前方，那么俩脚尖向前，不要往外撇，也不要往里扣，是吧？那么两脚基本上平行，微微的外撇一点可以啊，裆部撑圆。起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先踏掌根啊，五指贴在大腿的两侧啊，先踏掌根，就是本着欲上先下这个精神，准备往上提，先往下按一下掌根，然后四左而右螺旋上升提啊，提的时候四左而右的力点在腕背，手指放松啊，那么提的时候从左起略往右移，再往下踏，再往左前方横出去，这是第一个动作啊，一块做一块做。好，第一个动作再做一遍，一可以分几段，一再往前按，一再往前捧，一那捧的时候一定两臂捧圆，肘捧开，这个肘也捧开，左手在左眼左前方，右手在胸前中线，掌心向左上，指尖向前，这个手呢在左肩的略偏上，接偏前，这个肘要捧起来，这个肘也要捧起来，那么起的时候呢，边踢边踏。手往上提，身子往下沉，然后呢往下踏掌根，再向左前捧出去，捧的时候呢大家注意这里边把一个顺逆搞清楚，先把第一个动作里边的顺逆搞，这个手这叫顺弹，这叫逆弹啊，就我们两手握手，大家看我的手往这边走，往这边拧开，这个手我叫逆弹，他叫顺弹，我正手，那么我叫顺弹，他叫逆弹啊，这手啊，然后我们下一步再说关于腿的顺逆弹，先手的顺逆弹啊，就小指领劲，拇指合住，虎口要圆啊，往小指领劲往掌心这边转顺弹，拇指领劲往掌心这边转逆弹，这是手，这个臂也是这样子，臂这样走叫逆弹，这样走就顺弹啊，先把上肢的顺弹逆弹搞清楚。好，我们再从第一个动作开始，起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啊，注意起啊，一这时候右手略逆弹，左手略顺弹，提起来以后踏掌根往左前方捧，右手变顺弹，左手变逆弹啊，这第一个动作啊，然后第二个动作啊，现在重心偏右，然后重心偏左踏掌根啊，走一个右捋啊，这叫捋，一会儿我们再讲用法的时候再讲，下踏掌根下踏，走一个下弧，手脚同时向右开，这时候要求这个肘往里合啊，这捧捋出去捋过去，这第二个动作，这个肘往里合啊，这个肘呢沉下来，对一点往外捧啊，大家注意又要往外捧又要往下沉，这个人往里合，这个掌心向上，这个掌心向外，指尖都向前
啊，指尖都向前，俩手距离基本上一小臂宽，就这样宽，啊，不要太窄，也不要太宽，啊。现在重心偏右是吧？开左脚，开到75度就可以了，啊，不要开到90度，开75度可以了。这是第二个动作，啊，然后第三个动作，大家注意，倒换重心的时候一定要当走下弧，所以当走下弧就裆部啊会阴穴往下沉一下，啊，这样的话有利于稳定重心，倒换重心的时候利于下盘的稳定。等一会儿，听我的，啊，然后倒重心，当下走下沉一下，然后把重心倒到右腿上来，然后再踢。左腿啊，踢起来以后左肘和左膝相合，就这个肘和这个膝相合，哎，然后这第三个动作了啊，这刚才第二动作，第三动作踢膝，肘膝合，往左前方蹬，不要往前方蹬，蹬的时候呢不要这样蹬，要横这脚横着这样蹬出去啊，这个打拳呢不是走路，只要动脚就有用啊，一会儿我们再讲它用法，啊，开脚以后倒重心，当这第三动作，啊，提膝，蹬，上捋下蹬，上方往右捋，走一个大捋，啊，第一次叫大捋，脚呢往左前方蹬出去，脚尖上翘里合，啊，往里合一点，啊，不要这样子蹬，啊，也不要这样，也不要这样蹬，这样横一点。两手指尖还向前，就是往后又加了一段捋，眼往前看，上身要中正啊，不要弯腰，然后再倒重心，当走下弧倒重心，肘膝相合啊，这个呢肘，这个肘和膝盖相合，这个手呢和膝盖相合，肘捧起来，这要捧起来，不要直，这个拳什么时候没有直的时候，胳膊总是啊有膨劲，不是往里合肘，都外膨肘，当也是这样的。好，这第四个动作啊，然后三是这样子，四走天靠啊，走肘过来，左脚尖向前踏实啊，踏实以后了左掌，穿右掌，上右步，这三点都同时到，这第五个动作啊，就这个手逆射逆回来，向前撩一下，向对方的头撩出去，再回来，这个呢从腰里头顺缠折腕穿出去，跟手脚同时上，腰线三点同时到，同时到，而且到一条线上，一条垂直线上啊，这是第五六合，合头略松胯，握拳肘捧起来啊，六再提起来，六下走啊，我走你也走，跟着我一起走，再来啊，再来啊，再走一遍，起，一踏掌根，一捧出去啊，略偏左前方啊，也不要再过太多，也不要正前方，偏略偏左，左斜角，嗯，啊，二踏掌根，二开右脚，二捋过来，啊，先重心偏左，三倒重心，当走下弧沉一下，三提膝，合好以后，三蹬上捋下蹬，加一个横劲再捋过来。然后当走下弧倒重心，走肘小腿，走成左弓蹬步，左弓蹬步啊，右掌根和右膝相合，左肘和左膝相合，五了，六合，六沉，六提，好，你再来一遍，听好，来跟他再做一遍，预备，手指合拢啊，虎口要圆啊，虎字起，一提腕，一踏掌根，
一往左前方膨出去，啊，这个掌在中线，这个拳大部分式子是有一个手在中线，眼前中线、胸前中线、腹前中线或者两膝中线，啊，总有一个在中线，除了双开动作以外，好走，二，走右捋，好，走走。时刻注意坠肘啊，松肩坠肘是泰拳的基本规矩啊。好，再挡走下腹倒中心，提膝，哎，好，三蹬，上捋下蹬，眼往前看啊，眼不要往后看，眼往前看，敌人在前方。好，挡走下腹倒中心，四，这时候肩靠啊，四五往上撩，好。脚呢，左右脚在左脚的右前方半步啊，六合握拳沉，嗯，这个拳呢，注意这个拳要求拇指的梢节，听一听啊，扣在中指的中节啊，外边要实，里边要虚啊，外边要握成啊，握得看着很紧，但是呢拳心要虚啊，这样这个拳呢有一定的弹性啊，这拳的规矩啊。好，握好拳啊，当又沉一下，重心移左，提右膝，沉左手顺缠下沉，右拳顺缠上升啊，这个拳上升的时候走一个弧线，拳肘然后再沉下来。好，再合，等重来，重来，合，肘膨出去，提，啊，拳提的时候，肘膝相合，脚腕子放松，啊，脚腕子放松，不要使劲绷，脚腕子要放松，啊，蹬脚的时候，脚在，啊，力点的要在脚腕子脚掌上去，啊，蹬脚的时候一定要脚放平。啊，不要在洋灰地或者是硬板地上硬震，啊，要放平，即便不震也可以，但一定要意到、力到、气到，啊，好，一定要尽整，拳掌相击，拳先这个掌沉下来，它往下，这个拳往下砸的时候，这个掌往上托，正好是掌拳相击的时候和震脚同时，啊，啊，尽。好，这是第一个式子的啊动作。下面我们再把第一个关于金刚岛队这第二个式子的它的积极含义扼要的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沉泰拳的积极特征，就是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化打结合啊，引化和进攻相结合。就是所谓阴阳相济，而在一个螺旋式子当中，既有引进，又有发放，啊，大家看看体会这个拳的这个特点。另外呢，就是发劲一定要松活弹抖，整体力量，啊，所以呢，概括的讲，沉泰拳的积极特点就是六个字：第一，强调整体劲；第二，要阴阳，就是刚才讲的。啊，化打结合，刚柔相济，快慢相间，许发相，这个相合，啊，这些要领。第二，再有两个字，就是要螺旋，就是整体阴阳螺旋，所有动作都要走螺旋劲，没有直来直去。所以下面我们先把金刚岛队这个式子给大家，所以泰拳的母式给大家讲一下，好。这个金刚岛队敌人呢，从我的左前方向我进攻，他的右拳或者右掌也好，右拳也好，向我的胸部打来，那么肯定我接应他从外环接应他，不会从这边接他，所以我要从这边接他啊，接了以后我加一个膨劲，那么看他力量大小啊，他的力量如果是不是那么很大，那么我接这个膨劲就往他横出去，或者是他很软，力量很软，那我就可以拿他，所以就是这个力量，所以陈丹退手呢就先走，当时先走这样一个力量，
横进，这第所谓第一个动作横。那么他来的力量很大啊，力量很凶猛啊，很快啊，那么你横不出去啊，横不住他。那么我们怎么办？那么就走捋，捋的话呢，就是把对方的力量引化在我的两侧，左侧右侧啊。那好，我就走一个捋啊，走一个捋啊。那么捋呢，捋的特点就是不和他的力量顶，一个胸腰化开，一个手把他力量，他的脚力量来的脚就稍微拨开一点，所谓四两拨千斤，他力量来的千斤跟他顶，顶不过他，那么我加一点力量跟他力量顺在一起，顺着他力量稍微拨一点，把他脚都改变一下，让他这儿落空，让他落空啊，让他落，让他这样落空啊。那么下边在捋当中我还要加上腿，那么上边捋我就和下边加蹬啊。这个呢，腿出去呢也有三种用法，一个呢叫套，一个呢就插裆，走这样啊，就这样弹你是吧，一个呢从外边套啊，从这个套啊，一个呢就是蹬它，那么上边捋，下边呢蹬啊，就上引下进，上面引化他来的力量，那么下面呢啊，破坏他的下盘，这是第三个动作。第四个动作捋到这个程度以后，他不来了，他要往回撤啊。那么啊，陈老师讲，这来之欢迎，你来多少我要多少让你走啊，去之欢送，他要回了，那好，我就紧跟着他往回撤的力量，我来反拿他，这反拿他这走就走了，这个走，这个长啊，就是捋过来他要走了，回去他要往回撤，撤的也不能让他白撤走，那紧要比他拐还要快啊。这进来还有个肩靠，这一个走，上面一个走，这一个反拿，这一个合住他送他去，这是第四个动作。第五动作撤了，拖了，没拿住拖了，然后撤了，撤了我就紧接着，就这三个点上去啊。这个撩，这个拖，这个踢啊，这个脚走里弧，走里弧，走里弧的话就可以插着裆啊。所以上的时候呢要走一个里弧线是吧。那么下面就所谓刚才最后第六个动作啊，第六个动作就是说他撤的时候呢，我这个手是吧，如果是我这个手撩的时候，他说弹我这个手，好，我就反弹他这个，我说这是一拳，下不下气，上不下气。如果正面的话，这一个拳他一个肘是吧，下边横踩的时候踩肘打的反关节，下边可以震成脚，震脚的目的实际上主要是加大这个力量啊，因为脚蹬地递给我反弹力反作用，那么这个作用力反这样来加大这个力量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走的时候一定要走个拳，走个肘，再走个横踩进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所以要往回反拿它，正好是这么个力，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个顺缠一个逆缠，这样的。所以这脚就是重心一定要在这边，这脚重心不要这边来啊。这个大家懂的，就是说你试验这个冰冻得薄厚的时候，绝对不能够把重心去试验它，一定要重心在这边试验，就为了保持你的平衡，保持你的稳定重心。所以这个震多么大劲，地点在这里。这个金刚岛的积极用法基本上啊，主要这么地点。好，下面讲第三个式子懒扎一，我先做一下示范动作。一、一、二、三、三倒中心，三、三、四靠右脚踏实，五加蓬劲扣左脚。沉，
备，一，一，二，先加膨劲，啊，加膨劲就是手往前膨，啊，背往后撑，臂往外撑，啊，整体向外膨，不光手往前膨，啊，注意这一点，加膨劲。不能太近，你不知道，他因为他吐完这儿蹬，你完了，注意啊，开，胸略向左转，眼看左前方，重心偏右，然后倒重心，当走下弧，重心移左，右掌根下沉，左手上升，把右膝带起来。脚要动起来，啊，掌根相合，现在是开中有合啊，掌根相合，啊，然后脚向右蹬的时候略偏后，啊，略偏后一寸左右，比这个左脚，啊，脚蹬出去上蹬，上啊下边蹬上面合蹬出去，走，现在重心偏左，眼往右看。掌根坐在肘弯上，啊，对，然后走靠，走右肩靠，扣左脚，加膨劲，开，对，胸腰往右转，现在手是逆缠，最后下踏变顺缠，胸略向左转，胸啊身往前，啊眼往前看，肘膨起来。啊，弓啊，这功能部大家注意，弓用弓右腿蹬左腿，啊，左脚里扣，凡是往右发劲，就弓右腿蹬左腿，往左发劲，弓左腿蹬右腿，这是功能部。功能部的要求，小腿基本上垂直，可以膝盖略偏前一点，但是不要超过脚尖，啊，这里基本上放平，啊，这个腿脚往里扣。腿往外撑，往外撑，往里卷，膝盖往里卷，腿大小腿的肌肉往后往外撑，腿呢整个这样撑起来，不要瘪，啊，要撑起来，不要这地方往下跨，啊，腰胯往下松，松沉，塌腰，啊，就这个腿呢，整个跟这个臂一样，往外这样撑起来，撑起来，哎，这个右臂呢也是这样子，要往外撑，肘子往下坠。最后放松六的时候，小指、小一级往下踏，胸要往这边转，眼看正前方，腿再弓一点。这功能部啊，大家注意功能部跟马步不一样啊。马步呢，顾名思义跟骑马一样，大小马步、大马步。这功能部啊，往偏右方发劲的时候，右功能部；偏左发劲，左功能部。啊，所以就是这个步行，大家注意。啊，这是重要的一步行，泰拳里边主要的大部分步行是功能步，但也有部分马步，啊，好，我们一起再做一遍，来一块再做一遍，好，一，加膨劲，二开，啊，右手到右眼右前方，啊，左手的左胯外侧，两个掌的虎口相合，虎口说上话。啊，两个手虎口相合，啊，然后倒重心，啊，踏右掌根，啊，左手呢先踏掌根，再往上托，啊，右掌顺缠下沉，把右膝提起来，啊，这现在呢肘膝相合，然后脚往右偏后一点蹬出去，脚落地，手交叉，同时完成，啊，这个时候另外就是从上面过来，不要这样过来。啊，看吧，从上这样过来，这样过来，走圆的，啊，然后走靠，扣左脚，加膨劲，又是加膨劲的时候，不要光往前膨，背往后膨，命门往后撑，开，沉，呼气，身子转正，开左胸，啊，踏掌根的外缘，啊，这两加一。啊，下面我们把这个
是的基本啊，它的积极含义讲一下。这个第一个动作呢，啊，主要是对付前边啊，进了脑袋以后，如果有人抓住我了，抓住两个命，要想解脱的话，啊，一定要准备从左边解脱，先往右边，注意这个，精力是吧？然后就是这个掌也可以击，腿也可以，翻虚腿都可以用。啊，这是第一个动作，这是对付前面啊偏左，然后右边有情况啊，这个朋友右边有人按我这个臂推我进攻，像我这个进攻，好，那我这个刚才我讲了要引进结合，这个引这个进啊，这个引这个进啊，这叫上引上边引下边进，右引左进啊，右腿在前啊，哎，右腿在前，你交叉推肘都右腿在前，右脚这引进来，大家看，我也可以蹬，也可以插，也可以套啊，这儿呢合住它，合住以后下边我的手裂进啊，手肘先有颗靠肘，为什么要光蹬步不能变，最后定死，用这个腿要管这个膝盖，管着他这个腿啊，扣他腿，所以先走肘，最后再走手，再下踏啊，再下踏，这个腿呢先往里合，先膝盖要往里合啊，上面呢这是下扣上翻啊，上翻啊，就往外，下面往里啊，这么个劲啊，这手呢正好是虎口啊，是反拿啊，这叫刁拿手型啊，虎口也是要圆啊，刁拿手，这样刁拿手型，这反拿手型都可以反啊，这两单一呢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积极含义。好，好，下边我们讲六风四壁啊，我先做一遍，懒大一接六风四壁也是六个动作，一、二、三、四、五、六，懒扎一接六风四壁啊，右手先向外捧啊，就欲引先进，欲收先放，欲合先开啊，还是这个原则，捧，但是这个手往前捧的时候啊，身子不要过去，上身还要中正，关键是在丹田带动这里啊，往外撑一下，就这个小臂往外撑一下，手往外撑一下，然后再引进来啊，眼有点往右看啊，这个拳的特点就是眼看敌人啊，以看敌人为主，这六风四壁敌人主要在右前方啊，一会儿再讲，引进来啊，然后合双腕交叉啊，两臂捧起来，两肘捧起来啊，不要这样捧起来，然后交叉点往里合，突出先走两个肘，再走双臂的挤进，这个挤的时候左臀下沉，就是右上左下对称，保持平衡，动态平衡啊，然后手下踏外捻向左捋啊，这个捋呢由下而外，不要这么捋啊，不要往自己身上捋，往下踏外捻，往外捻，眼还看右前方，对肘两个肘都对下来啊，然后开胸坠肘啊，你肘力往里合，然后手合的时候肘挑起来啊，胸略往左转，眼往右看，重心往右移，
然后踏掌根啊，通过胸前像捋胡子一样，这样走一个弧线推出去，啊，左脚走后弧，脚掌擦地，根部，啊，先逆缠，最后放松，略顺缠，往上搓，啊，好，你重来，你重来，重难难易，啊，靠前一点，靠前一点，靠前一点，嗯，好的，来看啊，啊，看这个方位，按运气这个方位。好，懒大一接六分四臂，疼，哎，不对，大家注意啊，这个地方啊，不要收回来再疼，收回来的地方趁这个劲儿把进攻进啊，所以这边不要往里收，就在原地踏掌根往外疼，对啊，不要收回来再出去，好，这儿疼圆，肩不要拱啊，走，挤。身子不要往前去，上身一定还要保持中正，不要跟着手往前去，这是一点。另外呢，这个地方往前挤的时候，左臀一定要下沉，这里下沉，不要都往前上啊，都让对方遇见扳机借走了啊。所以呢，这地方往前挤，这个地方呢后沉啊，那就是个对称平衡，为了保持平衡啊，弓左腿，蹬右腿啊。松胯，好，就走了，然后走捋，好的，下踏啊，下踏外面，往外面，不要往里来，往下往外啊，对肘，五虎要圆，这刁拿手型啊，这个捋是这样捋的啊，走的这样捋，所以这个手的五虎要圆，哎，就这样，肘要往里合，这个捋呢啊，大家看，一定要肘要往里合，啊，一会儿再讲。啊，这个就背下来，太高了，啊，呼和圆，哎，好的，然后下面开胸坠肘，里合肘，外翻着，哎，再合，好，这个肘略高，这个肘略低，眼顺这个肘往这方向看，啊，眼往这方向看，你交手的对方在你右前方，好，然后踏掌根部推出去。这个手先逆缠推出去，最后顺缠略往上搓。好，这是六分四臂，那么我把它的这个基本用法再给讲一下。这个六分四臂，和交手的对方主要在右前方，所以眼主要注视右前方。啊，好，从懒大一开始。大家注意啊，懒大一完了以后，这个地方像刚才他允许不要收回来，收回来再疼，就在原地给他一点劲，给他点劲的目的就是多借他点力量，是吧？我给的目的是要啊，就让他在让他落空啊，给他加大力量，他肯定按的力量更大了，那我再引进来让他落空啊，落空以后这个手我也可以拿着，这个可以拿着这个啊，拿着手以后啊，合住它以后手这个挤，所以挤也好，打它反关节也好，是吧？如果是它搂着我，同时练按我引进来，它俩手按我两个臂的话，那我就沉下来以后走这个力量，就走这个力量啊，就是从捋子这块是吧，这个从它推进来以后拿它这个手这样挤它，打它反关节也可以啊，从中间打过来，打他这个也可以啊，他这也可以啊，就是然后呢是走捋，就刚才按这个动作，按这个动作，刚这个合了以后走他这个动作，他往下沉，他沉我就走捋，捋呢这个肘呢一定要往里合，凡是捋都是这样，肘往里合，这个不是手这么拽他啊，不是这么抻他，而是用肘切他，这样走他，而这手呢合着他这儿。啊，哎，这个呢，捋的时候一定要往下，不要往身子，往下往外，啊，不要往下往这里，往这里的话，他就可以借我的力量可以漏，啊，因为力量偏这里，他可以借我的力量漏，那么我这边往下往外这么走，啊，往这走，所以他就没法进攻我这里，
另外这个对肘很重要，捋着一个肘一面就不要这样子啊，要对肘，对肘防止万一抓住脱了，脱了你这个肘一架啪就可以打进来，那么这肘对还是好办一点，所以呢一定要捋着向着对肘，这个呢肘往里合，这是捋啊。然后推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他抓住两臂了，这有个合劲，这个合了以后啊再推，从侧面的话能侧面的话这也可以，这一合的话这一条调这个肘就打在这个地方，这个开胸的可以打在这个地方，是吧？下推的时候呢一定要啊，如果是插裆了，如果是插裆走的话，那就上面推下面可以用胯掌它，所以这个脚一定要走后弧，走后弧的话有它的力量，要走前弧的话就没这个力量，所以这个时候呢推的时候呢要走胯，这个跟这个骨这儿推出去以后，逆天先往下踏，这个推按都是这样的，下踏外面先往下踏，然后再上搓，就这么个力量啊。所以呢都是走这样子，刚才懒大衣我忘了讲也是这样，到这以后往下踏，踏的目的也是往外啊，发对方的啊这个斜角的力量，是吧？这也是这样，最后是推出去，先是逆缠，最后变顺缠，从推的木按的木往下打，往下按，下按的木的搭他力量，搭他对方的意念呢，搭他对方脚跟上，然后再搓他，是这么个力量。这六方四臂，所以脚要跟过来，啊，是掌呢先逆缠，再力变顺缠，啊，这个六方四臂的积极含义。